在下胡鸾上，是明月来此，特来相见。听闻阁下宝刀明月，举世无双。不敢当，阁下赏我好友田先生，却扬言不惧他人来夺。今日为何不携三千里来相见？我已将宝刀三千里转交田先生的弟子，今日我便用自己的刀与阁下一战，如何？ 你笑什么？是你输了。不错，确实不如阁下。阁下没有名刀，明确说，阁下就是一把名刀。我少读书，不懂你这些玄理。那曲小兰赢了这次比武，本应她是关主，眼下她已不见，关主无人继承。 阁下欲夺宝刀，害死了田师傅，现又将宝刀还给其弟子，而那王泽峰一心想得到田家千金，现在他也成功了。田小姐呢，是想利用他去报仇。这啰嗦什么呢？还不打！小姐稍安勿躁，我们先静观其变。 你们三人分别得到了田师傅举世闻名的三宝，但是你们没有得到。哼，你这么爱平息这些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去教书？阁下非常厉害，在下心服口服，告辞。 小月桥下，小月留我来也。你们哪一个不怕死的？尽管来呀！啊，来呀！给我上！别别别！